大家好，我是阿菜。朋友们说让我出一个文思豆腐羹，它是一道淮扬名菜。这道菜做起来就没有那么家常了，它主要考验一个厨师的刀工。不过呢，教做菜我可是认真的，还是希望你点个红心支持一下，谢谢。先直刀把它切成豆腐片，再直刀把它切成豆腐丝。我的主页有各种详细美食教程，你想学做菜，可以点我头像旁边的加号收藏，学到就是你赚到。有朋友调侃说呀，没泡水之前我跟你切的是一样的，泡水之后就不知道了，看似一团豆腐渣，泡在水里变真假。如果不是你亲眼所见，你相信豆腐能切成这种丝吗？锅中烧水，下一勺盐，在酒店会下高级清汤。玉米淀粉兑水勾芡汁，再次煮开，就可以把豆腐丝倒在锅里。豆腐丝不要提前煮，不然它会缩水。切成这么细，随便一烫就熟了。搭配木耳丝、青葱丝，要是有火腿丝，效果更好。出锅前淋点香油就 OK 啦。做事要讲究，别人才不会说你是半桶水厨师。不要忘了，我的主页就是活菜谱，记得去看一看，说不定总有一道适合你哦。